今天的这件料子是一块饰料，颜色比较正，但还不够。我们来调一调，让它的颜色更满更阳。料子厚度适中，一边厚一边薄，中间和四周有些地方比较白。我们先把外形取出来，中间掏料取一个平安扣的形状。取形出来了，四周也简单的整圆了一下，可以看到颜色又变化了一些，满饰感又强了。不过有些地方还是带有一些白絮，这个位置的白点又比较深，不好去掉。设计方案呢，就是把白饰位置翘成一朵白莲，两边做两条游动的鲤鱼，利用虚实起伏的手法来压白保色，进一步调出颜色种水，并且顺着水色做一些线条，在中心形成流水漩涡，这样做也是为了调色调水。成品抛光出来后，料子的阳绿更加正气了，调出来的蟒绿就是香，如鱼得水，有时来运转，年年有余的意思。我是思聪，关注我，下期继续为你分享玉雕设计。